多可以，应该可以了吧？刚刚中央岛好像有一次了。中间祭司不晓得会在上还是下、欸，上面没有。你说左边，啊，中央有升祭司啊、欸？他们的祭司都躲在那个、哦、他们家的西瓜岛。西瓜，西瓜。他们分数落差了，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们小不是不是那个是祭司吧？那个是祭司吧？祭司是穿那个黄金装的。哦，他只会慢慢提升能力，因为他现在有一些钻装了。好好好，有牛排没了。那个回收区的装没有人捡，可以去捡啊！哦，你可以捡啊。小狐狸，你那个旁边加分祭坛可以来帮我放一下。喂，他们卡卡的，有人在，有人放倒的时候会那个。哎。一个进来了，人进来了，二零零，哈哈，二零零，哎呦，没事没事，一个都没掉。小黑，我来那个，你去放一下那个。他们神经病哦！怎么了？因为他们在龙岩旁边有个西瓜岛，在里面根本死不了。然后两个跳下来扁我，一起烧。啊，好爽、啊！哎呦，我们都在比较前线了。哎，我们的小狐狸在岩浆里。有没有那个回归石吗？回家回归石吗？没有。哪里的岩浆、啊？对方那里，小狐狸努力活着，我知道你活得下去。神奇，赶快回家买回归石。27个，可以可以啊，家里绿宝够。米菲抓那个倒进去的，因为他那个下面很靠近那个西瓜岛。你买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买了。你买了，来对方家跟我走。好，他们的那个战神嘛，好 ，Q 出去还右键，我先右键再 Q， 好，好，对我记得好像是 Q， 这个会掉下来、啊，行，对对对，他就在下面，有没有这边下面？我看你干脆就跳下去把他带回来，我 Q 了，啊，被封魔了。哦，他杀人了，不如死啊！哇塞，作者，封魔啊，可以的吗？还我27颗！哇，怎么办？怎么救他、啊？祭司有那个道具封魔。哇哇，还在下面还在杀人呢、欸！不如就永远在那里，在那边。对对对，就那边吧。就对。没有，我掉，哎，我掉下去，我掉下去，我掉下去。哎，有人进来了。但是我是会死的，感觉。那个作者，我们的祭司跟我都在下面。作者，救命啊！作者，作者。作者在笑吧？作者不要笑啊！笑呵呵哎。道具封石丢到地板就可以使用回归石了。哎呦。哦，就丢出来就可以用回归石了。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回归石啊。有人在偷打我，难怪那么痛。哎呦，哎呦，小哥，你活下来了？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先死了。哎、欸，他们很坏耶！哇，我们家完全没绿宝了。哇，完全没了。哇，他还使用那个魔枪，魔枪有作者买了，作者买了，进来进来进来。那个我们的祭司不要拿那个道具封石，不要封锁道具，对，就可以把你带回家了。上啊，作者！看这个岛还是一个没有人想中中间的岛。有没有办法？有没有办法？成功了吗？还是他们的那个祭司也在那里？哦，你是把那祭司打下去了？不是，那个好像他们有那个了，他们有分数落差、哦，因为分数落差，他们精装。哎呦，对，哇。这样每一只都很像哎、欸，对啊，那他们祭司谁？西瓜西瓜 ，tab 可以看 ，O J I A 血最多的那就是祭司。哦，西瓜岛完了，所以我们的祭司还卡在那里。其实我觉得他在下面也还蛮强的啦。哎、欸，他出来了，他出来了、欸，他没有在下面了。所以刚刚作者有成功救到他了，哎呦哎呦，哥斯哥，哎，哦，我卡我是靠脚、啊，哎，死了死了，
哎呦，核心要补对不对？对，核心要补，但是那个祭司可以补，因为他会有那个祭司上来了吗？哦、燃烧，他在那个燃烧，有上来了，上来了。哦，上来了，小狐狸，我放加分祭坛哦。好、哦、好、哦欸，记得那个小狐狸，我们家里都需要补。我先来会考农个装。哦，完了，哦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走快走快走！实在是太 QQ 了。好了好了，地方可以放绿宝石。左边有加分。完了，哇！哦，绿宝无法存，绿宝无法存、啊，你就放在箱子里。死掉了，可恶！衣服裤子，好，冲冲冲！米菲，其实你可以穿装啊。哎、欸，我没有穿衣服啊。对，没有。哎、欸，我没有穿衣服、啊。哎、欸，我没有穿衣服、啊。哇，我们绿宝本来就有哎、欸。没有没有，要购买要购买。还记得有说那个道具箱子可以买。好好。哎、欸，旁边有裤子、哦。中间有个村民。中间有个村民，那个、商人商人商人，可以买力量强化的东西。我要去打人啊。你要去打人，所以穿着装打人更厉害 啊。是吗？可是我又穿着装，好像会一直送装哎、欸。耶、yeah. 那你打人活下来啊！哇，又放哇哦！啊，被封魔了！啊，被封魔！擦玻璃，擦玻璃，擦玻璃，擦玻璃啊！哇，绿宝好缺哦！对啊，因为刚刚为了拯救，亲眼看着两次米菲掉到火里，现在难过了。快把这个干掉！这个有两个蓝蓝的人啊，蓝蓝的人，啊，打他，扁他，揍他！走啊走啊走啊！走小狐狸，我们去干架！哪里哪里？小狐狸左边啊，加分祭坛还没放啊！小狐狸左边加分祭坛。哇，昨天怎么那么多人啊？天哪、啊哎！记得放小河。哇，他们现在放空城计耶，就全部人都不在家。那很好啊，那很好啊！如果冲过去就看到一堆人怎么办？这个就是你的问题啊！跟米菲都在家里，你骗人！没有，他就跑回去了。啊，这个 Jerry Pig 杀我，你说了哎、欸！哦，中间在激战哦，中间太多人了啦，太多人了，太多人了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太多人了，打不中去啊！好痛，好痛！记得什么都有攻，记得都要战神一下再走哦。可以买啊，走，我们去二楼买攻。对，你们可以买弓箭来射。他们有一件裤子哦。嗯，对。他的出身都帅一样。应该是有些密道吧？有吧？没有。下去了，有一个下去了。啊！想走密道。哇，有人在放倒，卡一下，卡一下。走这里，走没问题了。哦，这里可以上来。哇，上面有28颗绿宝石，都没人上去，都没人上去，大赚特赚，大赚一波。啊，小狐狸受伤。哎，小狐狸在哪里？小狐狸，保护小狐狸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哇，火焰剑，火焰剑，有火焰剑的。哇哇哇！打很凶，打很凶。对，因为他们分数落后，他们很多绿宝石。啊！哦哟，小坐下。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慢慢拉打。哎，我们不要死掉，多杀人，慢慢的累积。小狐狸小心。哎，哎，砍砍，砍死你，砍死你，干掉干掉，我干掉一只。前面救命！哎 ！Help help help！ 要再买一次哦。欸、有人跑到我们家，打他打他！火焰的火焰的，下去下去，有下去没了 ？Nice！ 有吗？在我们这吗？我不确定對對對。那个角度应该就在我们这了。打了一个保护二的。哦，发亮的。我刚一个保，我刚有没有可以附到两个保二，然后变保三的，然后就没了。嗯，放倒放倒。打到了，好，来，家里一个、哦，哎呦，刀守护者，
什么？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我看到什么主导守护者再生。哦，就是那个骷髅再生的守护者。哦。对，他每人有很多牛排吗？哎、欸，有人绕到家里这边。我、哦、看到，看到，他还喝药水，他还喝药水。哦，干掉，干掉，好险，好险。nice 哦。哇，差点被他溜过了。有人有很多多的牛排吗？我这边还有，不多。啊、好，谢谢。哦，哎、欸，我们的那个已经提升了，附魔。啊，没见了。哦，真假的？对。哦那等一下再去买个抗性，增加抗性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中年大战！哇、哦！爆弹，爆弹，爆弹，爆弹！哇！爆弹，爆弹，爆弹！很爆，很爆，很爆！爆爆王，爆爆王！哇！把米飞！小心哦，他们因为绿毛很多，所以他们爆爆王。有一个，我看到，呜、哦，远距离炮弹，有一个在这里，有一个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很多人在这里，哇，他全喷了，漂亮，嗯、想，想过，哇，可恶，那个箭塔那边有两个人，哎、欸，有漂亮，哇，这弓箭 ，nice 哦，既然那边两个人收掉吗？还是，哎、欸，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有一个，哇，但是他们装备很多，那边装很多，送了一个。锋利式的刀哎、欸！哇、哦，这么好！在这，我放箱子，你自己来拿。好好好，哇，被他弄到手了。他们上面有一个弓箭手。好，射不到。可以啊，左兄你是狙击手。努力中，努力中。哎、欸，江年啊，阿嬷剑是怎样啊？不知道。阿嬷的剑。太垃圾了，九箭射到一箭而已，可以啊，射到一箭很强啦。对啊，有射到就哎，中间有一把剑啊，你不要在中间射，你下来这边射会比较好。宝二头哇，教你，下来这边，那就你被射了。哎、欸，很会哦，会哦，被射喽。哎、欸，有人要丢。爆弹吗？对，坏坏。有，失明，失明弹，失明弹。我先上去看一下有没有人。哦、没有那个上面的一直在累积那个啊，他在拿绿宝石。嗯，一定要。我就把射下。嘿，嘿，打下，打下来，打下来。哇，你绿宝石已经比较多了，还在那边偷。抓！哎、欸，有一个人偷偷来我们家，是不是？哪里？那个旁边。下去了。哦！哇，我们坐着刚整个偷袭到他们家里，好猛哦！他们是不定时发亮啊。哎、欸，看到了，有一个人沿着跑，沿着跑到家里面。哦，nice。这岛好难走。哎、欸，有人。你们要攻他们家，可以说一下，可以互相 cover。哎、欸，哇，差点摔死！哦呦，刚刚是丢雪球丢进去，正想要突破一波，哎，晚一点再够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，假的好想你。站在冰上，再一个月就两年了，欧诺走不过来。你们要补充见识，也可以跟我们讲，我们就提供给你们。大祭司受到伤害，小心。他们都在家里面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看，他们在看你、嗯。他们现在比较偏防守了。你掉下去了吗？哦，不是，那边坐着。嗯、我们作者都在各种偷袭，对对对，左九在那边冰上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哎呦，哎呦，就是那个弓箭手，主要是那个弓箭手。收到了，来给你盾牌，给你箭矢。啊，盾牌滑下去了。捡到了，捡到了，捡到了，滑下去。嗯。是我看错吗？感觉刚刚看到火焰弓哦，他们在岩浆后射，嗯，太心机了。
哎，射不到技能吧？射不到，射不到，射不到，没事没事，小心看看啊。金丝下去，金丝下去了，这得下去，他们的也下去了。好，先回家，靠这个，上，这是金苹果。泡个凋零水，好了。泡个凋零水，好痛好痛。是那个吧？对，他们大祭司掉下去了。你们可以往前站，往前压，往前压，往前压，射他。哎，我这里好痛，这里。